在社区扫地扫了20年，社区的会众我都是去扫地的时候啊邀约他们啊有空来做环保，或者我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做有路过的人，我也会邀约他们。宝鹤饼，紫薇桃，做椒，做椒茶。这里从大悦站那边结束，就拉到里长这里来做，然后做了也差不多8、9年有了。这个环保站是老人清安居，啊，这些老人他也很高兴，他来这里觉得他有用，他有事做。人家的顾家，青春悠闲。有当时啊，哦，环保了足侪，也是过年前过年很多的时候，这么多的环保，今天怎么来了比较少人一点点？但是很快，因为现在有在，新瓦乡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很快这个就闪过了。就是像上人讲的，在说经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人、两个人听，我们也是继续讲。那我也用这种法来内化我自己说，一个人、两个人也是做环保。像过年很多，我们就用接力的方式，也都可以把它圆满过去。如果有这个因缘啊，我们也很希望说，我们将来我们这个会成为环保站，成为我们慈济的环保站。谢谢。